我们请我们理事长正式把我们寰宇妈祖文化国际交流协会聘书聘任总顾问黄成国先生，同时邀请所有的贵宾，我们将目光放往前方，来我们的领先群，我们往两侧一点点，韩服美丽的样子是来自于芦竹慈母宫。待会呢，我们要迎来两间宫庙。同时，今天为了寰宇妈祖，大家喊一个赞好不好？来，我们准备好我们的大拇哥，一起喊寰宇，喊 OK 了哈。来，爱护妈祖婆好不好 ？O 不 OK？OK。为了妈祖婆发表好不好 ？OK。一起宣扬妈祖文化好不好 ？OK。再次掌声。我们总顾问，谢谢我们侯县长，谢谢副县长。